曾經好似阿董方卓咁樣啦，即係曼聯嘅球員，但係又去踢過呢個安特衛普。嗯，因為安特衛普咧，其實咧亦都係同曼聯咧就2-5嘅。咁、之前其實兩隊波都踢過一場，就1-1。咁啊，整體嘅實力咧，其實喺日本而家嘅聯賽裏邊咧。咁啊，而廣約咧，到時候對曼聯嗰場波咧，就係奧林匹克體育場啊。雖然係遠啲，咁但係咧個球場啊，即係夠氣勢。哎呀，呢個波頂翻落嚟冇乜事，都捉龍太接住。咁啊，球迷其實都係即係幾由身嘅，喺呢個2003年啦，當時咧都喺呢度咧，中國國家隊同呢個巴西國家隊咧，可能係個難手，因為佢係始終係有表現嘅情況之下咧，係冇得繼續踢。呢邊見到日本咧，就係兩個球員咧撞埋一齊。好彩咧，就係小嘅身兒仲攞翻個波，一彈上咧就係阿田中達也攞唔順。又俾呢個伊雲斯啊，代加里仔咧就有17腳入球。咁同埋當呢啲咁嘅即係半單刀啊，或者係單刀嘅機會啦，一個天然嘅射手一定要把握得好好。有機會啦，小野伸二伸唔伸到腳？閃啦、啊，好嘢啊！呢、這個小野伸二真係好嘢，冷靜啊！以為佢用左腳間操射，但係咧佢撥翻過嚟，然後用咧就係右腳撞咗死角，2-2。转射系越老越难嘅，越老越靓咧，越老越闪啊！通常咧，如果你粉红色嗰啲钻石咧，就即系唔够一卡都过100万噶啦。咁啊，如果红钻咧，就真系更加之矜贵。唔系啲老红钻，仲有红色嘅咧，就更加矜贵嘅真系。钻唔系宝石啊，系啊，钻啊，两件事嚟噶。啊，差好远啊，宝石同钻啊。咁呢度咧就系葡和 diamond 钻嚟嘅，应该系钻嚟嘅，红钻啊。咁啊，小野伸二呢个波真系好冷静啦，咁令到云达沙得个睇字。